快去占座，再不占满就没座位了，快吃啊，快吃。要跑开吗？是吗？别跑开了吧，跑开太小弟弟了。这戏里我就是小弟弟啊。嗯，我教第一页36级。他还介绍吗？什么这是北京？这是真是坐骑统领。说要说你是？这是镇北军坐骑统领百里侯帅，你干什么？手势那个可以吗？手势啊。Nope. 晚饭也走吧。谁吃，谁就是小狗。谁吃，谁就胖20斤。他接不到戏。好。约定不许吃饭。好。对，你也不许吃。我吃过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就会跟你一样在这儿逍遥自在。铁证如山，这次虽然是太后也保不住你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说。你的铁证啊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来人呐，送贺大将军下去。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明白不？明白了。